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侯友宜。相关的信荣耀转栏，中国国民党提名我们立委候选人李明正。朱立伦主席来，前面建立员吴怡丁委员、白嘉金、白嘉英议员，李侯友宜。现在在台上，我们要蔡金莲议员，我们把我们的议员来介绍一下：陆淑美副议长、黄湘祖议员、林立迪议员、吴立成议员、蔡文龙议员、我们的徐彩珍议员、我们余华恩主委。各位，我们是非常感动的一刻。咱梅珍的爸爸，大家足亲切，请我伊闹火嘞，要来给咱梅珍啤酒敬上的红彩带，闹火你阿公。年年回大，梅珍爱搞出来，让大家栽培。咱大家要栽培梅珍无？要梅珍当选无？咱好友宜来做总统好无？来，咱来请咱候选人的爸爸，咱李隆忠，咱到过听，来给咱梅珍啤酒，咱竞选立委的红彩带，咱彩带啤酒心。责任都在心，咱的选票都要一直拢在咱的在心，对无啊？李梅珍，李梅珍，李梅珍，梅珍梅珍梅珍，感谢。来，重要的时刻，梅珍公一定爱当侯友宜总统的头前公位，一来。伊代表伊的诚意，二来，伊讲了有一挂观点，侯友宜总统的背书，哈哈哈！来，咱来，邀请咱的地方委员李梅珍。谢谢，你相信光华，我相信李梅珍。你相信光华，我相信李梅珍。你相信光华，我相信李梅珍。给我的信任跟鼓励，一路陪我走来，让我有信心勇敢的走下去，勇敢的面对下去，就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梅珍今天才能走到这一步，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光，对不对啊？梅珍在左南，现在四十几岁，我在左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我从左营嫁到南子，我都一直在你家，我拢无离开啦。今嘛，咱左南是一个蛋黄区，所以少年人一定爱留伫咱左南，咱左南爱机会多，生了多，搁赚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让少年人赚得多，机会多，生了多，我是生了太少，我生一个而已，所以要拜托大家，爱大家让少年人替我们的少子化要加油。那民进党呢，在这一定做这么久啊，我们在这遮人现在变化这么大，遮人还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，像我们的高铁站，铁趟通车13年，宜兰后站一点啊发展拢无，阁有咱的莲池潭，伫遮30栋啊，拢无变化，拢无带动咱的经济。未来梅珍也去中央，梅珍的用一个观光特区，甲咱遮的地方老街，甲咱遮的民俗文化，甲咱遮的特色，做一个整体规划来规划，咱。市运大道的边啊，两旁有一挂闲置空间，争取居住正义，争取咱的青年住宅跟社会住宅，跟有咱的左营眷村的左营眷村的发展，跟有
举足诚意，家里代志民进党无爱者，好没真爱者，好不好啦？民进党有一个暗黑、暗黑派系，叫做新潮流。新潮流，家当家庭，家专帮，对不对啊？时阵在底下抹黑、抹红、抹臭。即届咱做人讲伫遮要做鱼叉飞弹，民进党袂使伫遮做鱼叉飞弹，是因为咱遮人伤济啊！你适当遮，阮做危险的。民进党就甲你讲，伊安尼我就是要卖台湾。我甲大家笑容一下，鱼叉飞弹伫恁兜隔壁，恁敢卖？无爱。恁无爱鱼叉飞弹，无爱伫做人，安尼恁敢是卖台湾？是要卖台湾，这就是民进党，这就是民进党的暗黑派系，这就是民进党的邪恶传承。咱宗旨也邪恶传承，好不好？邪恶传承，都读左南开系，咱读左南开系，下架民进党，终结新潮流，好不好？所以民进党要拜托大家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让我可以站起来。民进党总有机会哦，你要当选啊！啊，不过有两个泛绿的一直给我攻击，啊，不过我袂惊，我有大家人支持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两个泛绿的，今嘛因为我机会大，所以因的打击嘛愈来愈破。啊，不过我有大家在陪伴，所以我一定会成功得到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拜托大家，每阵把自己活到活成一道光。我会把左南照亮，让左南过得更好。所以拜托大家，相信李梅珍，我相信光，也希望你们支持李梅珍，相信李梅珍。侯友宜、李梅珍，拜托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爱李梅珍。这个时阵，咱立委候选人李梅珍要来受正气，要来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。啊！恁恁咱后壁有咱左营区、南麦溪区，咱的里长联谊会有咱南麦溪区，有咱曾赞立里长出现率领，咱左营区有咱新下里咱黄金的里长出现率领，拢来到现场，即摆要来受赞旗。咱两个里长联谊会拢成立后援会，要来支持侯友宜、李梅珍。欢迎来欢迎我们的左营区里长联谊会主席黄庆德里长，还有我们的南子区联谊会主席曾赞立里长，收受赞旗。来。受正旗，好来，咱梅山先来受哦。好来，咱梅山受哦，咱做一下古黄金的立定出现，咱好友谊受哦，咱南半天站站立立定出现，来，旗啊开嘞，来，旗啊开嘞，旗啊开嘞，来，大家上来，好友谊送帅，李梅山送帅，好友谊送帅，李梅山送帅，好友谊送帅，李梅山。没办，其他拢会三百六十度的这票拢总全方位的。